我去，什么意思？找到了？隔壁。这个隔壁？我就说这孙子天天看毛片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我现在把视频偷过来。不急不急，我们想想办法，从长计议。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管我死活，我现在就去。听我说，慢。哎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莫冲动。那黑子做了定时发作，你居然把他头敲爆了都没用，到时候还得进去蹲个15天。 喂，小雨，我想我们知道真相了。我们已经测试过，结论就是，一切都是黑子设计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视频故意找了一个刁钻的角度，明明可以稍微挪动一下就可以拍得更清楚、更直接，但是黑子利用3.1线的原则，让高大的赤木挡住了后面的苏小小，这样似是而非，就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。 所以，小小说的确实是实话，他蹲下去就是在帮赤木减数。你说谁？我不是故意在隐瞒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同志们，听我说，是谁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好像已经找到幕后黑手了。赶紧给老麦打电话。 让我们加快进程吧。这条话题回复超过1000，我就把女主身上的马赛克去掉；破2000的话，直接上脸。你们不想知道她和她究竟是谁吗？你大爷的！必须把给我揪出来！哎，喂，兄弟，哎，你快递啊！ 快递！谁来打我？这小子笔记本还挺好的，这能取消吗？ 打我！白老师，他就是那个发视频的黑子。别打了！你们先走。走。不住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这世界很酷。